他是首位全球发行英文专辑的华人，他是唯一献唱奥斯卡的亚洲歌手，他是国际天后李玟。无可取代的全球歌唱真人秀之王，美国偶像来到了中国。如果你梦想成为真正的巨星，这就是你唯一的选择。登录官网或拨打报名热线参与报名。中国梦之声，我就是偶像。